当当了当，又是我呀，姐妹们，我又来了，姐妹们，他们家特色的，哎呀，赤豆粥，底下是年糕，可好吃了，这个放凉了它都不硬。特色的烤鸭包，因为刚才为啥说凉的都不硬，因为年糕这种东西凉了一般口感就会发硬，没有这个软糯，他们家这个就凉了都很软糯。嗯，美龄粥，山药，这个是啥？山药，豆浆，还有大米粥，甜丝丝的一条的，也是特色。酱米扣肉，麦辣我，哎，还得一大坨儿，糯米和带皮五花肉扣在一起蒸的，巨香。特色的煎饺。这个煎饺里面是韭菜猪肉，还有马蹄，这是另一家特别特别好吃的炸鸡，除了价格贵没有其他缺点。已经放凉了，热的时候可好吃了。因为你都吃了差不多了，我赤豆粥真的很奇怪，他们家怎么能把年糕做到就是完全放凉了以后年糕就跟热的时候一样软糯呢？里面有酒酿，黏黏稠稠，美龄粥，吃了吧，我吃不动了，吃了吧，早上了，
沙发带走。太好吃了。这个夹鸡可好吃了，就是贵，两盒半，197。少总来消息了。